我就只穿裤子，然后就裸身这样子。裸上身。对，裸上身，因为这样比较舒服啊。这个是护士装，可是因为扣子蹦开了，扣不起来，所以我就用回纹针。其实我以为是故意的。没有，不是故意的。回纹针更，这个你们瞎想。有没有？起亮灯。哎呦，这为什么每一个都这样？都一定要 S。这个 pose 是谁教他们？不是曲线，曲线。每一个人都要凹 S。他到底要扶手？但是他凹了。哎呦，是不是撕开了？他衣服是什么？他有外套式的，是撕开了。蝴蝶，含苞待放。预备，但是也是巴丁的哈，破茧而出。哦，这都运动鞋哦。这无感，哇，很运动，很运动。太低了吧？欢迎 ，Mini 蝶，请问你的三围是？32C、23、34。你女儿穿这样去运动，这样子没有问题，这样子没问题。但是平时说前两天的时候，她要跟我要带她去买东西，其实她身体有点不舒服了，感冒，你知道吗？有点感冒了。但是呢，她出门外套也是穿着，但是还是穿着短的，像类似这样子的小短裤。那怎么样？然后，但是这边是露的。哎呦，小蛮腰。其实平常的话，我就不会管她了，就算了。你知道吗？但是又生病，他还是要这样穿，然后我就讲说，你要不要穿一件那个肚兜，稍微肚兜，稍微遮住的御寒一下。其实我们不是骂他哦，我只是这样讲，然后他就那我不去了。哦，生气没有？其实出门不露肚脐出门干嘛？小女生在意穿搭以及对不对？你看，我现在穿这样，对，跟我穿这样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当然穿这样好看了。对啊，你穿这样好看。自己下场，这样有好一点啊？没有，其实。对了，爸爸的出发点当然不一样哈。你在家穿的更少。对，我在家就是只有穿裤子而已，就是在家房间的时候，我就只穿裤子，然后就裸身这样子。裸上身。对，裸上身，因为这样比较舒服啊。你是一个人住吗？啊，没有，但是我在房间是这样子，然后出去就加一件衣服。你有室友？没有啦，就是家人跟家人住这样子。哦，家人还好。那如果你的小孩在家里面不穿上衣，在他自己房间可以吗？在他自己的房间哦，我你也管不了。对啊，可以吧？我会跟他讲，尽量不要啦，因为那个我们有窗户啊，然后怕对面会看到。你想好多，窗帘拉一下。嗯，对，有时候会忘了。其实我跟你讲啊，就是在那个棚户那边有很多无人岛，你要不要考虑搬去那边住？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尤其是晚上，对，你知道白天可能对面还看不进。可是你们没有窗帘吗？到了晚上，等你亮，就是这个问题啊。有时候要帮他拉窗帘啊，他自己会忘记啊。室内的灯是亮着，其实绝对看得清清楚楚。然后室内呢，你看不到外面，然后你就觉得外面看不到你。那就弄那种窗户，不是有些是可以里面看到外面，外面看不到里面的那种窗户。我需要这么这样子的？那个是日本的那种，你说是魔镜啊？魔镜啊？哦，对。我们在聊正经的，没事。OK。不过你说只要胸部不冷，全身温暖。对啊，因为我只要罩住胸部，里面有贴 New Bra 或者是内衣就不会冷了。我就是胸部比较怕冷啊，其他身全身上下就还好。哦，他真的是燥热体质的啦。那他今天有收集他的东西来了，没有？这个厉害，情趣内衣。来啊，等一下，我们先看照片。这个是护士装，可是因为扣子蹦开了，扣不起来，所以我就用回纹针。其实我以为是故意的，没有，不是故意的。回纹针更，这个你们瞎想。有没有？又来一个不一样，设计感。你设计感，现在你会讲设计感了。你女儿穿这样给吗？来下一个。圣诞快乐！因为圣诞节到了，然后我就想说穿个圣诞装，然后给粉丝一个惊喜，这样。粉丝惊喜，圣诞惹恼人。哎呦，还有吗？还有一张。哇塞，肚兜吧？对，这就是肚兜。真的肚兜来了？真的是肚兜，只是因为我里面还有穿啦。它里面也是情趣的内衣跟那个丁字裤，只是我把它就是再加一件那个内裤，对，这样比较不会太那个裸露。对，是。接下来了，这是您收集的。对，然后因为粉丝喜欢我身上穿的就是贴身衣物，所以他都会问我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就是情趣内衣啊，可以给他就是收集这样，然后我自己也会去收集。
就是像娃娃机都会有情趣内衣，就去夹，然后穿着。然后他们喜欢的话就会，哦，夹娃娃机有夹情趣内衣，有，难怪你有台，您台就夹情趣内衣。我没有啦，这是娃娃啦，而且夹起来自己穿的，没有，他穿过了。OK， 我们现在一件，不是，等一下，先看这一件。这是旗袍，啊，旗袍式的裸旗袍，全透明，对啊，薄纱旗袍，对，裸袍没看过。钟明兄，是，你太太穿这个，就是跟你两个人的时候。哦，两个人的时候呀，你会反对吗？结了婚那么久了哈，总觉得这样子，对，很新鲜的，哎 ，OK 吧？好，卖你500。哎，你可以。耍宝，啊，你会觉得秘密耍宝？对，干什么这样子呢？曲哥我知道，曲哥他不要这一套，他不要这样子。曲哥他的想法，曲哥这一套可以吗？嗯，这套还可以，对不对？看下半身配的是这一件。这个是下半身啊？那是下半身吗？这个是对，这是粘在下面的西字裤。对，然后这是有体型的西字裤，这是没有体，没有那个做。我还那上面是贴身的，他那个是眼罩还是什么？那个男猫女，你要不要照照看？是不是？跟猫女战斗力的那个。哇塞！OK， 那战力指数，再来就是。很艳丽耶，这个这件啊，这件很酷，这件我去拍照给摄影师拍照，然后他差点扑上来这样。哎呦，这酷什么？这很酷。这目前这几件，以你选哪一件？他会去换。是那一个好了啦，这个啊，对，这一件好了。我这里面全部不穿哎。不是这个，这回去给干嘛？还可以当蚊帐啊？对，好皮啊。徐哥选哪一套？我就其实刚刚掉在那边那个，那个这个对马甲的。博彦取哪一套？我你一直偷看西字裤的意思是？西字裤其实蛮你只选西字裤，我觉得豹纹的西字裤蛮好。对啊，那个哦，对，其实我觉得这件也不错了，黑白的那个，这一件好，兔兔的，然后搭配还有一个那个哦，搭配小兔兔的啊，这个好，对，小兔女郎，还有这个好玩好玩这样子。因为你示意图啊，人家会说我们太物化女生，你帮我拿着，嗯。由我来示范。哦，啊！你摸到一摸一摸。哦，好恶心！你这个吐是很想吐，很想吐，是舌头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收集这个，然后你卖，他们会跟你买还是？他们私讯给我，然后说他想买这样。你都卖多少钱呢？对啊，是标竞标这样子吗？对。对，然后我会就是其实也没有卖啦，就是我会公开抽奖，然后送给粉丝。哦。对。然后就把就是这些钱，然后就是如果说是有收费的话，我就会捐给公益。对。哇，这个好，这个是 OK。为了公益买不买？对啊。你为了公益就买了？为了公益啊。嗯。我还是不会。为什么呢？不是啊，我第一个我又穿不上啊。不是你穿啦，啊，谁要你穿啊？第二个为他的老婆，因为你这样穿出来，老婆就跟你离婚。还有第二个，我拿给我女儿穿也很怪啊。啊，我拿给我老婆的话，她一定又要骂我。她觉得你变了，对她想说我怎么了？开始吃重咸了。你就是哎，大家结婚那么久了，就不要在这个啊来客套这一方面了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人要追求快乐。好，谢谢，请坐。Yeah.